一时起立，离弃妄想，本性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一切诸佛莫不归处发性，修之自性正觉，名为实法性。唉，因是嘛，将近20天的时间，透早听法啦，这个时间，大家人虔诚礼拜法华经，这个中间已经是普及在全球诸济人啊，受持法华，这菩萨道的道场里啊，人人清净，根据安尼个统计起来啦，有超过了10,000,000+人，伫从4月6日开始，就一直呢虔诚礼拜《法华经》啊。用安尼的时间来做一个灵山会啦，传播的《法华经》，从《无量义经》开始，直到《法华经》，有人经拜完啦，四信回来。欢喜呀！无想到这世人呢，会当甲全部的《法华经》拢总安尼修持过来呀，因拜顶呢法喜充满啊，已经有几哪个国家无同的道场。就是安尼的回响转来啊，看到我也欢喜呀，也感恩呐、啊，感恩你台湾这呢这遥远呐的国土里，也是同款呐，会当团圆，会当受持。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吸收佛法，而且是耐心坚持着全部这样礼拜过来，而且是欢喜啊，那种法喜充满这样的精进啊，对我来说感受呢，真深，所感受到的是法无边际，会当普遍的天下，也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在这个时代里，科技发达啦。起点在台湾，一群的修行者，一群虔诚的居士菩萨啦，在这个道场虔诚礼拜，将这个道场的生态，大家人的虔诚。大家人的声音，大家人的呼吸，这种庄严道场啊，声甲响啦，安尼呢，完全吸收到分段啦，从分段里呢，
当时无分秒之差，就安尼传落去。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有时差，却是无秒差。有的人伫透早，有的人伫下晡时，有人是伫暗时哦。同款都会当，安尼规工的内底啦，就按照这个时日去精进啦。当然啦，也有呢，有的国家就是保持着与台湾同款的时间，虽然无有同步，没有同步啦，确实呢，嘛是因的时间，也是伫透早四点外就开始呢，上早课入拜经，同款因的时间。同款四五点钟啊，所以会当看到因传转来的信息。好，透早三点外就起床咯，啊，就是啊，逐早起，安尼走出了清晨的真透早的路，啊，走过了安尼宁静的地方，到道场。共修的地方去礼拜《佛法经》，都亲像呢灵山会上啊，甲精舍同步，有迄个气氛啦，同步啦，伫咧修行的气氛，因为影响啊，这不管是遥远的地方。或者是因在因的身边的地方，无不都是呢无距离的回合啦。一念心，这念心不管呢，是随着时空的同步，或者是呢应着时间、当地的时间啊，跟迄个影像的回合，这呢。拢是一念心呐，同款呢，就是伫灵山发挥的内底，所以一时之力啦，就是离希望上本性平等，无有变异。你那一念真。一念心啦，这个法拢是实啦，实的道理呀。这不管伫任何一个国家，这个法呢，拢会当即时传播到迄个地方去。因一念心嘛，纳修瓦啦，同款是。气充满啊！佛陀在两千多年前灵山会啊，两千多年后的现在，的人间啊，也会当以这科技来传，无处不在啊，同时。感受灵山法会也是存在，这本性平等啊，咱离希望上，咱心那一念真，一念行啊，法在多位都是真实啊，所以本性平等，无有。老少的差别，好，有看到这段时间，大家人伫咧礼拜，
吊山啊，任何一个所在都伫咧吊山啊，从外面安尼绕了，安尼来吊山三步一拜啦，看到囡仔细细汉啊，问伊讲：啊，你哪会遮早起来？啊，安尼甲人对人跪拜啊？阿你安尼，敢袂忝？六七岁囡仔回答：我家己甘愿欢喜呀，忝都爱家己负责。哇，遮尔小汉的囡仔，真正呢，是伫街仔路面哩喏，安尼伫咧吊山啊，人安尼甲问，竟然呢，我家己欢喜呀，我甘愿啊。忝爱家己负责，看，这就是啊，遮细汉的囡仔也会晓勤精进，这也就是本性平等。也有老人，也是啊，未到十岁啦，虽然呐、啊，有较惊咯，较蹲呐，脚步呢比较。基本有一点啊困难，但是你也看伊呢，安尼跪拜落去，安尼这年龄啊无分呐、啊，老少都是平等哦。所以讲，无有变异，这个本性啊清净。真诚啊，绝对无有个别变异。虽然形体呢相无同，可是呢内心这个本性啊，就是平等，无个样啦，无变异啦。从细汉开始虔诚信仰。甲老来呢，还是不变虔诚信仰，这呢拢是共款呐，所以无有变异哦。看到大家人用心呐、啊、虔诚，所以一切诸佛啊，莫不归处发性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诸佛修行嘛是同款，将这个发性启动，人人本具，真如本性啊！这个本性就是真理，就是法啦。咱的真理清净，的真如发性，诸佛。也是从安尼开始去修行，坚持着啊，生生世世，所以修之日行正觉，就是凭着这份虔诚、真诚的发性，安尼呢，坚定修行，在生生世世，所以。名为实法性生活，嘛是安尼来啦。所以讲一实之理啦，离虚妄想，本性平等，无有变异。所以一切诸佛啦，莫不归处法性，修之日行正觉，是名啊。一时发生哦，所以咱爱真用心去体会这个真如发性。尽管咱现在已经是哈累生世啦，安尼家庭爱啦，咱的心性呢，伫这个人间六道里呐，来来回回。有了烦恼，
有了无明，有了贪嗔痴，虽然呐、啊，满心烦恼呐，不过咱的本性还是存在。那有这个因缘呐，那在依法真理回合，发现了咱的本性真如，所以发心呐，咱开始。搁找倒转来，咱的路，所以啊，凡夫迷茫的道路，已经呢在回倒转来正方向起点行，再也唔通偏差。佛陀呢，因缘啊，来甲咱教法，用众生根基，甲咱。教导啦，佛陀的循循善诱啊，咱也爱殷勤的学习，真庆幸，咱当着佛陀的大圣法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真是妙啊！佛陀是教菩萨法，咱呢？在这个世界，虽然啊，众生烦恼无明当，这个世界呢，已经形成了浊气真重，所以人间啊，苦难偏多。那接触到《法华经》啊，发心行菩萨道啦。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，咱入灵群，苦难众生呢，咱已经去付出啦。在灵群中，保持咱的心不受污染，那都爱靠法，法来启动咱的心嘛，就亲像道果。当时会听到富中致富企业家，因立灵群去度众生，每早起啦，会诚意无老失去，所以因体会到啦，哈、啊，原来一切有为法啦，体会了后，甲过去呢。所有人生所做作一切，啊，回顾反省起来，接着无为法啦，啊，解开了心灵的无明啦，了解啦，不可执着啊，付出无所求，无所执着，平安自在。原来啦，法都是阿弥啦，啊，听到因伫咧分享，我们真欢喜呀！因行在菩萨道中，立在人群中，已经呢体会这个道理，有为法，无为法啦，因已经深入啦。这是因为闻法来啦，有听法。印度有了解，所以咱《法华经》啊，一路一篇一篇来哦。现在呢，已经是的安乐行品啦。咱也要知影安怎持经，咱知影持经有重重的困难。那咱持经呢，要安怎避免困难？会当。安稳、平安呐、啊，安乐行在菩萨道上。那现在已经呢，一路直直来了。现在安乐行品证明呐，那讲到有福不行，上中下法，有为无为，实不实法，亦。
不分别是男是女，这是证明的经文啦。迄个有为无为法，已经大家人听到，已经纳修啦，去应用啊啦。这在这个所在听到因修养真好吼，那即马开始呢，那就接落来看。不得诸法啊，呀，不得不见啊，是即名为菩萨行处吼。起码咱会当体会了解啦，了解呢过去啊，迄个实不实法吼。拢会当清楚了解啦，也知影讲吼，不复行吼，这种种呢上中下法，咱已经真了解，要安怎呢？知影会当去体会正面的道理吼，要安怎样片面呐？什么款的可亲近，什么是不可亲近呐？咱即马呢已经知，也知影讲哦，一切是有为法啦，一切呢咱爱了解，即马咱知了啦。现在呢，咱竟会当去体会到不得诸法，咱不得诸法啦，就是道理，咱是毋是也未透彻通达呢？呀，第。或者是不得见，或者是不见呢？咱爱真清楚，不得不见呐、啊，这是名啊，为菩萨行处，不是叫你不知，不是叫你不见为清净，不是啦，都爱用心来体会啦，是安怎才会当成为一位菩萨？那咱都要了解诸法，先了解诸法啦。这个诸法呢，一时之力吼，这是诸法的道理，咱爱了解啊。诸法一实力，名为大菩提。安尼才是真正大菩提啦。又名大涅槃，又名毕竟空，又名如来藏，又名中道，又名法身。这叫做诸法。诸法，大家人。啊，有了解无？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一实力。啊，一实力呢，你有了解无？啊，这个实力哪会当了解？那就是大菩提道。实力哪了解？就是真实法，那就是大觉悟的道路。啊，这个大觉悟的道路，搁有。名称叫做大涅槃，大涅槃也是诸法一实力。大涅槃就是寂静啦，寂静清净啊，咱的心啊，定定在一片如虚空共款啊，这
真空大涅槃，又名毕竟空，无所有哈。那日常生活中，到底你为什么呀？话讲的是过去啊，听的也是消化去啊。这个法是一个声音，声音无形啊，入耳啊，让我们了解那个法啦。伊若有形，伊若有相啦，到底你要去放伫叨位呢？你了解啦，啊，你要去放伫叨位呢？无得放啊，是靠咱迄个意识去体会、去了解呀。啊，意识是伫叨位呢？空无相，所以。咁唔就是一切呢？是毕竟空，毕竟拢是空啊，声尘也空啊，呀，你的意识呢团了解，那意识也是空啊，所以一切毕竟空，是咱的真如本性。去体会啦，所以一名如来藏就是咱的本性，如来藏就是真如本性啦。一名中道就是不执着、不执有啊，也不执空，那叫做真空妙有啊，这。叫做中道，呀呀，名叫做发心，就是发心啦。咱体会了法啦，入咱的心来，了解人间一切有为法，咱有作为。过去懵懂迷茫的人生，咱所作为的呢？莫不都是业，莫不都是烦恼复杂。现在咱了解啦，咱也是有作为，利人群啦，利人就是利己呀。听法、传法啦，那传法入人群啦，不修人群。烦恼无明，所有障回归清净本性，也期待咱的法本性的道理啦，用真诚的心去感化、净化人心，人心净化，利人、利己，环境呢祥和平安，这呢拢是同款。利他、利己、利己、利他，这些隆重呢，助他相利，这就是真法啦，真法性道理普遍平等，人人都有权会当了解的啊。所以讲，那助法就是安尼这么多的名称啦。其实呢，修话来是这么简单，所以一名发性，一名真如，一名真体，就是这简单呐、啊。这最重的名是这么简单的法，所以一名啊，第一义体，虽有如是种种啊。意明，但诸法实相啦，你即是一啦。虽然有真多无同款的名，但是呢，伊的法啦，这个实相，因为
本来就是无相啊，妙有本来是真空，归依妙有，那就是道理啦。只是干那一行，那咱的真如本性啦，这叫做真体，这叫做法性。法性是人人本具啦，所以讲不得诸法，不得不见。那意思就是讲，佛法平等，普遍一切。法无讲，什么人得，什么人不得，人人拢是同款，佛性平等啦。那亦不必有求得啦，亦不必有所失，那无得无失啦。法是不是我得上多呢？无啊，我们是空空啊。啊，你是不是有所信呢？无啊，你的法呢，本来都有啊，因为你有真如本性，因为你有真体道理伫咧。人人啊，本具有啊，心理、生理啊，拢是真齐全啊。物理呢，嘛拢清楚啊。那世间是共同享有的，所以啊，无有什么人有得，无有什么人有失啊，所以不必有求得啊，也不必有所失吼，无有得失的心啦，咱的心呢，时时都是坦然自在，这就是安乐啦，也就是讲。我所有法皆空，因为呢，人人啊，你讲哦，你是什么朴素，搁较安怎朴啦？你都有缺欠的，多多啊！你的欠的呢，比你的债呢是搁较多啦。你的失呢，比你所拥有的呢搁较多，因为你拥有偌多，都还是呢。也阁有真多，你也阁得袂到的物件，所以无有得，也无有失吼。那上重要的，咱逐天的生活，哈，安尼，脚踏实地啊，会当楼梯会当爬，无想着讲吼，哈，我有脚咧爬楼梯，无啦，无去体会着脚伫咧爬楼梯。站站的楼梯，你得爬到高，也袂感觉讲我有喘，所以你嘛无感觉心脏伫咧爬楼梯呀。这就是表示你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两只脚健康。所以啊，你无得无失，健康的人无得失啦，无有讲哦，我有什么有什么，你无得失。自然呢，都无感觉，无得都无感觉，有失啦。这，咱来时时感恩啦吼。所以，莫说有法皆空，会当无得失啦，是表示健康。这呢，这呢才健康的身体啦。啊，会当安尼真顺畅。这就是。最拥有最充实的人生啦，好，亲像讲话，讲到知影我伫咧讲话，爱用力讲话吼，这实在是唔是真健康啦吼？
使会当讲话，是唔知影我伫咧讲话啊，但是呢，条条是道理，那这才是真健康吼。所以急无不正知啦，那要了解的代志，就是拢爱正知正见，那。那无正知见啊，不如不知。所以孔子讲啊，知之为知之啊，不知为不知啊。那我应该爱讲我唔知，因为我唔知比我知搁较侪。所以我若家己承认我唔知真侪，这就是实在的话啦。也我若要甲大家人讲。我拢总知，那这就是我，就是拢总达行唔知的人。我若知己啦，我都爱知彼啊，别人所知比我搁较侪，因为伊知我唔知的代志，伊会晓我未晓的代志，哦，侪咯吼，所以不要自大，不要。控告不要傲慢，咱修行者，咱来做人。所以讲啊，如须弥山呐、啊，大海之最。亲像苏密山遐尼高，世界上高的山，苏密山呐、啊，大海的水啦、啊，世界的水啊，伫大海里吼，那这为诸佛菩萨灵地金牛，会知影苏密山有几斤重？这诸佛菩萨啦、啊。会当讲啦，啊，要讲大海水呢，有几滴，有几两呀？唯有诸佛菩萨有法度讲，所以啊，点啊数啊有偌济，这拢是诸佛菩萨，伊才会知啦。咱也未到噶发心菩萨的以前，咱也阁是心发意菩萨。咱也阁是布地凡夫，也阁多多地地啦，的凡夫菩萨，所以咱唔通自大，唔通控告，唔通讲我达行知，咱要甲佛菩萨安怎比呢？佛菩萨啊，会当知影苏密山大海的金牛点滴的水啦，咱哪有法度呢？哪怕是诸天呐、啊，诸天人伊嘛无法度啊。那世间人何况世间人呐、啊，会地力千乱。咱的地力吼，咱的智慧，咱的力量呐，实在是要个足浅的吼，哈，要个真乱啊。咱也未当谈个讲，咱真优秀。咱还是呢，也真粗浅哦，所以所不能知啦，故不知为无量。咱会定啊讲，哈无量无数，因为咱无法度呢点出了算数出来。虽然开头我有伫咧讲，哈这回伫咧礼拜发花经，哈有十一万。四千哦，几百几个人，迄时吼用科技安尼呢，现场啊点算累积啦，安尼有准无？唔知影呢，我唔知，我是根据伊个数字提来，安尼讲啊，安尼数字表达，我都安尼讲，唔是我真正知吼，所以啊，这种。
地六千罗啦，是所不能敌吼。果，敢那会当讲哈法无量无数，无法度呢？讲伊偌济的法，讲伊偌济的道理啦，这只是会当讲无量。所以啊，不得以诸法而生妄地见。地之为地之，不地为不地啊，是地呀。咱唔知，咱就讲唔知，唔通用要拗过讲哦。我知，这用拗的吼就不对。所以啊，不得以诸法而生妄见，唔通讲哦。咱唔知，咱若硬要拗到我拢总知，这呢叫做妄地见。这在咱家己已经呢是忘啦，家己迷失了自己，那傲慢啦，那拢讲傲慢吼，即卖作势啦，就是因为呢傲慢心大吼，这叫做作吼，所以咱爱动起正知见，咱应该爱提起了咱正知正见啦，所以。以理用之，用这个道理啦，咱来用入咱的内心，无一切差别顶上，咱来知影世间一切啦，都是有为法。那有为法啦，这予咱会当做，但是呢，咱爱去体会无为法吼，唔通执着世间。咱做咱应该做，做过啊都对啊啦，那唔免伫迄个所在斤斤扭扭啊，点点滴滴去计较，拢唔免啦，那做都对啦，就化有限量为无量啦，那这都是算未来呀，总是呢回归于真空，纳入妙有啦。所以无一切差别顶上回答起来就无差别，那应该是平等。所以法法皆同啦，以一法中吼，法拢共款。拄则讲诸法，诸法都讲遐侪名称啦，所以总共一句归纳起来是一个法吼，但有另解。法师义者，会当法师伫咧讲道理啦。那咱爱好好用心来听，识得文字，如海逆流。咱也是用真诚的心来接受这个话啦。点点滴滴呢，都是亲像大海，不管是高山。流落来的水啦，地地汇合的水啊，拢总呢是纳入大海里去，哈、啊，去到迄个海里啦，都无有分别讲，这是溪水，这是湖水，这是河水，这是井水，啊，这是什么水？水拢是同款呐，汇入到海呢，都变作是海水。好，所以文的内底，是即名为菩萨行处，安尼就是菩萨所行的啦。菩萨就是爱安尼一心，唔通讲哦，安尼一点嘛，就认为讲我真了不起呀、啊，阿弥啦，咱呢一切诸法呢是无量数，
咱爱学的是真多，人也未到达了诸佛以发心菩萨的境界，所以咱现在要行菩萨道啦，所以是即名为菩萨行处。你要了解这个法，法的名相真多，其实统合起来是一个法。哈，有为法，无为法，有为法咱该做，无为法呢，咱爱放下。那真空妙意外，这就是咱学法呢，会当平安自在哈。是名啦，菩萨之所行处，这呢一段文啊，完全就是要甲咱解释，因为这是一段偈文，前面的长行文呢都解释过啦，但因为伊真重要，伫偈文再来解释，予咱伫这个空的道理啦，了解呢真实的妙有。这个真如本性吼，所以啊，所想的是有啊，是空啊，是妙有，是真空吼。这个真空妙有这两项呢，咱来用在心里，这叫做菩萨行处。各位，佛法都是安尼啦，在咱日常生活中。即是在日常生活中啊，咱爱好好用心啦、啊。前面的文又好，不行上中下法，咱家己唔通去分别。啊，这是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唔通伫迄个所在执着。无有小乘，哪有中乘呢？无中乘，哪有大乘呢？咱唔捌佛法。那会晓去修行呢？啊，会晓修行呢？那因为有修行，咱才会当知爱利己利他人，即菩萨大圣行，只爱咱发啦，应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